各位嘉宾，大家好！南方New First时尚新设立活动即将在3分钟后开始，有请所有嘉宾入席就坐，谢谢。 文化部也有请大家再次借用您的掌声，来欢迎文化部李永德李部长上台致辞，掌声有请。好，今天记住我们高雄市副市长，还有文化部的李元娟。 现场的贵宾哈，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好。这个非常高兴哈，我们第一次哈，我们整个应该是今年第4届嘛，对，我们的台北时尚周哈，那么特别有相当一部分，尤其是年轻的设计家哈的作品哈，移展到高雄哈。那么我刚刚听到说今天好像有人走秀展。 我就奇怪，为什么没有找我呢？是嫌我年纪太大吗<笑> ？OK， 这是先开玩笑的哈。这个你找我，我还不一定哈，因为我不敢穿，如果太露了我就不行了。这个我们这个台北时装周啊，办了4届哈，的确是引起哈那个包括欧洲哈、日本非常大的关注哈。 那么我也必须特别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李元全市长啊，跟我们江市长，其实这几天都是他们两位哈，这个在筹划在办，那尤其像今年结合科技哈，曾经是最先进的 5G 哈啊，这种科技呢啊得到国际上的媒体非常大幅的报道，国际时尚界非常大的那个关注。那么我想今天在高雄展呢，我刚刚听我们市长讲，其实都是。 我们年轻的有高雄在地的，也有全台湾的哈、哦，那么很多的年轻设计家的那个作品嘛、哦。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展的哈、哦，其实让每一个人的作品啊，能够被看到啊、哦，也被国际哈、哦、那个看到。那么这个对于我们整个时尚产业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哈、哦。我们可以这样讲说，今天虽然第一次，但是我们会还会继续办，而且扩大办。那至于刚刚呢哈、哦，这个史副市长跟我们李天轩市长啊，对名称呢、啊。 好像有一点点哈，啊，包头先，我们这个继续沟通啊，那我们合作伙伴，我们纺透会那边的哈，我们也全力来支持，也非常，我们的时装展的纺透会其实也帮忙非常多的，所以未来一定会持续办，然后呢，会一年比一年扩大，那么这个可以跟哈、啊、那个各位做一个承诺，那最后呢，祝福今天哈、啊、这个大家啊那个这个活动能够圆满。李史哲副市长上台致辞，有请。 这个人生这个永远就是这么巧妙的安排啊！以前在市府啊，这个李部长是李副市长啊，那事实上我是文化局长嘛啊，事实上他就很怕碰到我，对，那因为我的外号叫做屎尿钱，那中间有几年就比较少碰到了啊，就没有想到又绕回来。 所以我刚刚在门口接部长的时候，部长其实心情就有点不好。那跟部长报告，其实这个时尚，它当然就是一个国家结合它在地的文化元素，而问文化产业跟所有的产业价值最好的手段啊。所以文化部事实上已经进行了台北时尚周，已经进行了4年啊。这战略的考量我们都很清楚，只是站在高雄的立场。 听到台北时尚周，大家就觉得不能叫台湾时尚周，那当然这个城市是时尚的，基本上通常是用这样的代名词啊。不过这个像我们张家盛理事长就知道，我们在好几年前呢、啊，我们春天艺术节就跟张理事长啊的这个合作，所以其实我们也都希望说在南部能够有自己的时尚或时装的设计。 那今年举时尚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有高雄的时尚大赏。那今年如果能够跟这个部长啊，走出台北啊，南方新势力这样来结合，那我们希望未来虽然名称可能叫还是叫台北时尚周了啊，但是呢。
实质啊，实质上是遍地开花。那尤其是这个部长，这个最重视、念念不忘的高雄啊，能够产生最大的火花了。在这里也谢谢部长啊。那这个为了感谢部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市府啊，基本上就是卖命演出了啊。那基本上青年局长啊、客委会主委啊、空大校长，基本上都在化妆啊。为什么要化妆？因为露的比较多，化妆的时间就比较长。那我们今年这个是谈永续跟机能啊。那以这个基本上这个喜好运动的部长来讲，其实理应请部长要走秀了啊。这在提醒我们文化部的长官啊，这官场啊要学这点。谢谢大家。好，副市长。在座各位南台湾的青年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纺托会今天基本上实在不应该站在这边跟大家来说话的，但是刚刚李部长提了一下，我觉得有些事情可以大家来报告一下。纺织业拓展会是台湾第一个单位啊，在推动台湾的时尚。那么今天在这个中岛区啊，展出了这个时装设计新人奖。在颁奖的时候的得奖作品都搬到这里来了。时装设计新人奖呢，是纺托会在1987年创办的，到现在已经35年了。那么在座有很多的这个设计师啊，也都参与过时装设计新人奖的比赛，也有得奖。那现在台湾知名的很多服装设计师呢，绝大多数也都是从时装设计新人奖脱颖而出，然后后来再展开他们的时尚的事业。90年代的时候呢，第一个把台湾的时尚搬到法国巴黎办秀，当时的密特朗总统夫人也亲自出席，也是纺托会办的。当然，当时的文化部的驻巴黎的文化差事也提供了很多协助。那世界知名设计师到台湾来秀他的这个作品，比如说。日本的三宅一生，像这个小小顺子 Hiroko Koshino 也是纺托会邀请到台湾来展现。所以一旦我们的政府文化部高雄市政府要推动时尚的时候呢，这个纺托会基本上我们一定站在他们的后面全力支持。不仅是我们纺托会自己，我们还有后面广大的纺织工业，远东啊、台塑啊、星光等等，他们都在我们纺托会的董事会里面。所以将来我们的设计师需要什么样新的机能永续的这些材料布料的时候呢，请来多找我们纺托会，我们给大家尽量的引荐。高雄是港都，非常有名的钢铁工业、石化工业，现在终于有台积电要来了。但是呢，我们时尚也不能在高雄缺席，我们要跟着文化部的脚步，跟着高雄市政府的政策，一起到南台湾来推动台湾的时尚。谢谢大家。服装，而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欣赏永续时尚动态展演，由国内纺织布厂与设计师合作品牌，预计明年秋冬上市的服装系列的预告，并且非常的难得哦，来邀请到我们高雄各界的名人来亲验演出。现在有请我们现场一位的嘉宾，一起将目光的焦点移向台前，让我们共同来欣赏。首先来到现场的是高雄市政府张宜礼，以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来作为第一个开端的代表，身穿 DYC Team 的服装品牌，有请在场的朋友再次给予宜礼局长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那么 DYC Team 设计师赵之毅，赵之毅设计师擅长将生活观察入围融入。装的规划，以扣子、拉链、口罩设计到陪伴的剪裁，都采用台湾的面料为素材。设计团队将友善地球、可持续性的素材带入每个季节的设计当中，提供市场多元、更好的风格穿搭。欢迎我们列位名人代表，消防打火哥蔡宗干。那么
服务于高雄市政府消防局，今年不断将消防防飞的观念传递到大众。那么2015年于 TEP 台北的年会发表破解火场逃生的三个迷思的演讲，至今突破450万次的浏览。2019年出版个人著作《打火哥的30堂烈焰求生课》。高雄在地音乐创作台团体影视计划团队美声代表是吉米 Paper Dream， 而 DYC Team 的设计亮点以贝壳、渔网、矿物的素材，强调生活化氛围以及艺术构设备接触以及人际距离的重新诠释。那么身穿市政品牌的企业家杜淑慧来自谢尔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那么杜董事长身穿的就是我们西政的服装品牌。西政的品牌风格由设计师简君元融合东方艺术精神以及西方的当代美学，并与独特的优雅方式来呈现。谢谢大家的掌声。继续登场的名人，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也是我们一届代表吴鸿妇产科院长吴医师，有请。那么同时他也是我们高雄市市长麦麦市长的左右手，欢迎市长夫人。那么设计师简君元擅长以发掘女性的社会议题、大自然现象，结合艺术素材以及创作为灵感，将抽象的情感隐喻地转化为具体高端的服饰品牌。以光影的变化展现服装的变动性。Chan Wilson 的服装来自于渝北小将王绿翔，来自高雄钢铁人职业篮球队。身高184.4公分的他，已有名模般的身材。那么 Wilson 的设计师有陈启年、甘伟豪以及侯玉杰。 Wilson 资本主义的核心 DNA 是做最新鲜的事，探讨如何从服装的设计让消费者感受到有趣的创意，不断找寻新的素材，用最环保的制程以及最佳能够利落的剪裁，融入街头的风格。现在登场来自艺人影子计划高雄在地音乐创作的团体，团队的精神领袖新鲜 Yellow。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来合作。
错，刚性能的防水之间，韧的耐用，特性的机能布料。业界的代表王嘉云来自新月文创执行长。那么 Rachel 执行长呢，一直立志于艺术以及时尚界的跨领域合作。今天身穿的服饰为 UUIN。那么 UUN 品牌设计师刘芷超、刘燕纯以及林鸿玉设计，从台湾在地生活出发，以生活即是艺术为品牌的创作原则。那么大量使用台湾在地的工艺与艺术家结合，并且发展出独特的在地生活美学商品。生活主张融合机能以及 smart casual 的穿衣风格，提供穿着者创意以及舒适的。